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Yuki です。这天呢，我们在中华街吃了一些小吃之后呢，在中华街的外围呢，看到了一间台湾料理的店。在店门口跟台湾的老板娘聊了几句之后呢，就进去里面用餐了。好，谢谢哈。是他们的 menu， 有卖一些套餐，也有卖一些单点的餐点，全部都是我很熟悉的台湾料理。其实，在东京的一些地方呢，都可以吃到很多台湾料理，但是呢，其实味道都不是很道地。他们有卖番茄炒蛋，还有菜包呢，都是我很熟悉的家常菜，也有卖一些点心。来日本31、2年了，对呀、啊，好久哎、欸，从20几岁来到现在快60岁啊！你有嫁给日本人？没有，我老公都是台湾的啊，都在台湾，都在日本了吗？哦、现在我们台湾结婚的孩子小小都抱着过来的啊，真的哦，对呀、啊，又抱着过来的，妈妈来了，好久没有吃到卤肉饭了，对呀、啊，好久没吃到了，真的、啊，咖啡杯。还有一碗小汤匙，小汤匙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啊，可以，要不要小碗？还有一个小碗好了，谢谢。哇，好久没吃了，看起来好好吃哎。哇，它上面还有那个榨菜，好一手。这个卤肉饭真的是很正港的台湾味道，而且它还有加榨菜，好好吃，好搭哦。它的卤肉呢，卤得很软，而且很入味，不像东京其他地方卖的卤肉饭呢，其实很干，有点柴。刚刚这个非常好吃。它的面线的，满车都一靠满面。K 先生也说他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卤肉饭了，他也吃得很开心。哇，柚子也是吃得很开心。馄饨，好大的馄饨。这个馄饨也做得非常好吃，就像我们一般在台湾可以吃得到的好吃的馄饨的味道。自己做的吧。K 先生呢也是吃得赞不绝口，一直说好吃好吃。谢谢。老板娘很热情地招待我们的杏仁豆腐，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。不过还是很谢谢他这么热情。请我们吃杏仁豆腐哎，柚子。那面线好大一碗。最后呢，我最爱的面线来了。这个面线呢，还没有吃之前呢，一看外表呢，就会感觉到这真的是真正的台湾的面线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醋吗？没有，那个是椰丝，是酱油啊。啊，醋是白色的啊，不好意思，台湾的醋都用黑醋。啊，公盐污醋。店员说呢，这个面线里面呢已经有加公盐污醋了，所以呢就不用再另外加醋了。这个面线呢也是超好吃的，也是正港的台湾味道，我吃得好开心。它有大肠哎，我怎么了？它的面线里面的大肠呢是有卤过的，很入味，很软，很好吃。它那个卤肉饭的酱也好多。K 先生呢也一直说他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台湾小吃了，他觉得很惊讶，竟然这么好吃。K 先生呢每次来台湾的时候呢，他一定要去吃夜市的小吃。台湾的小吃呢，他都很爱吃。他唯一不能接受的呢，就是臭臭锅的汤。他说呢，臭臭锅的汤呢，很像下水道的味道。柚子很爱喝汤，他把馄饨汤的汤呢喝得干干净净。杏仁豆腐呢也是老板自己做的，也做得很好吃。因为很好吃，所以我大口大口吃，很快都吃光光了。不愧呢是台湾人开的台湾料理店呢，真的很道地。下次我还想吃台湾料理的时候呢，我一定会来这里吃。 K 先生也说下次还要来吃。大家好，我是柚子，我喜欢吃鸡排还有地瓜圆，
欢迎订阅，谢谢收看。